山山十大恶鬼之吊死鬼在此，乖乖的把琉璃甲交出来，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跪你奶奶的头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疼！啊！ 想不到，秋月剑竟养出你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兔崽子！<笑> 好见，哎，主人，兄台，又见面了。这世界很酷。